骑机车的时候打哈欠有额外的几率补充蛋白质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啊。上一集呢，我们盖了一个自动化的仙人掌，就是在我后面这边。然后呢，它已经收成了蛮多的。然后你发现它的形状呢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稍微把它加高了一下，就像后面这样子，刚好切起，就是储物箱能够刚好切起这个平面，这样我就看起来比较美观啦。然后把它加高，大概三格。对，就会像这样子，漏斗跟那个就是平行的。那我现在后面呢，仙人掌原本是一层嘛，那我把它加高到第二层、第三层，对，一共是三层，就像这样的形状。那怎么盖的呢？其实我在盖的时候，我没有特别去留意怎么盖，但是应该就是这样用交错的方式，然后尽量就是避免它会卡在那个仙人掌在采收的时候，避免卡到石头，怕它卡在石头上面，所以这种设计呢，后面是整个面板封起来的，像这样就会，它弹开的时候就不会往外弹。对，我经过我的测试，它是完完全全都是会进去这个水的范围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大概看一下，好，用翅膀边飞边看它的大概的构造。好，走，好。大概飞去哪啊？这里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尽量慢慢盘旋。好，在这里，后面的设计就是这样子，有一种交错的方式，然后它就是，对，弹下来的时候会尽量就是会避免弹到，除非掉到仙人掌上面，但是几率很低啦，通常都是直接下来。还不错，成效还不错。那挂了一天之后呢？有多少的仙人掌？大概一个晚上吧。对，然后下午开始挂，下午我算一下，七点多吧开始挂，挂到现在。对，成效就是这样。对，也这种数量其实不算多，但是应该也暂时够用了。这一集呢跟仙人掌无关，我们要做别的事情，因为我发现呢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这一集呢我要来抓一下。对，狼，久违的狼，我想要抓狼了。据说狼呢能够帮忙攻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还蛮实用的，所以呢这一集我们就来抓狼。好，嘿嘿，有没有觉得赏金很熟悉啊？后面这个，没错，后面这个就是生怪塔，这个受诅咒的三怪塔呢，要给它盖了一层，不知道它看不看得出来，应该看不太出来。不过我就是盖了一层，又盖了一层，对，没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效率怎么样吧。这个跟那个仙人掌也是一样，都是挂一整个晚上。对，那期待的效率又来了，啊，期待的效率又来了，甘蔗很满。然后火药有29，这边是分开的，为什么？29+8，37个。甚至7个火药算不错了。然后骨头11个，对，这几根骨头很重要，因为要抓狼嘛。然后这里呢，也有9个骨头，16个火药啊，你终于成才了，太好了。然后这里这里只有1个火药，4+1，5个骨头。哇，那这样火药一共有54个，然后骨头有25个耶。哇，太好了，我来喝喝看。那个，哇，3组左右了，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无限的飞了嘛。好，没有到无限了，反正就是可以一直飞的意思就对了，还不错。好，太好了。那这次呢，因为狼呢都是在丛林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用飞的话，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可能没办法用肉眼确认，所以这一集，好，不飞，这集忍痛不飞，这集我把翅膀放好了，这集我们就不飞了，我们就用找的步行的方式出发吧 ，Go。
不会怕，不会怕，不是什么困难的东西。对，果绿炮我已经打到很有经验的，就是先砍一刀，然后后退一次，然后第二次他过来的时候呢，这连砍两刀，他在爆炸之前他就会死掉了。哇，这里好丰富哦，这里有鸡、牛哎，还有猪。好，这不是本集的重点，只要不是重点我就一概忽略。我现在已经，我现在已经怎么了？我现在已经忍耐的功力已经很高了，我不会被眼前的东西所疑惑。哎，这里好漂亮哦。花花草草的，不行，不行，这集就是狼，我一个也不会拿。好，用我忍耐的功力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些都是浮云，这些都是幻觉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骗不到我的。嗯，哎，看到狼了，这里这里。哇，太幸运了，但这只是灰色的。好了，我不是嫌弃你的颜色，但是好吧，好，那先外骨头看看。成功了，两个就成功了。好，那他就会跟着我走的意思吗？哎，怎么破水啊？收回来。好，那这样他就跟我走了吧。会跟我走吗？会吧。Hello， 会吧，应该如影随形哦。对，如影随形，太好了。哎，这里又一只。好，那一次就来给他个两只。哎，这只是刚刚我驯服那只吗？好像不是，这只还是。哦，好，那就是你了。嘿，嘿，嘿，好，两只了，超顺利。好，接下来有第三只吗？有第三只吗？其实三只是才刚刚好，对不对？三只刚刚好，那现在只有两只，我们再找一只好了，再找一只，然后就凑成三只。但如果没有的话呢？好了，也没关系啦，就是两只其实也够了啦。哎，这只哦，刚抓的，不过怎么都是灰色的、啊，有没有比较？好看一点的颜色哦，我都不能嫌弃了，但是好算了。好，那这两只呢？哎呀，果然又多一只，这只是吧？这只不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你了。呼，呼，好了，三只了，太好了，是三只吧？一二三，对，好，三只了。哎，功成身退。哎，这里又一只，四只，好吧，那就四只了。躲在这里啊！嘿，好，不，好，四只，哇，这是要组个狼群吗？组个狼群应该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四只啊，还有吗？看一下，哎，晚上了，刚好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狼的战斗力，对不对？我继续的，哎，好多、哦，五六，好，就是你。五六，完了，这个好像驯服不了，这个太野了。OK， 六，这里又一只七，来，只剩七个骨头了，看我的极限在哪里。嘿，一次成功，好，我刚看到这里好像还有一只，这里是还有一只，哎呦，这都我吓到，突然间出现了。蜘蛛，蜘蛛，哦，这是我要的。先找你。会，八只。哇，你完蛋了，蜘蛛，完蛋了，蜘蛛，你不要找我，你会后悔的，真的。你真的后悔的。我的果战队来了，超强。不过这高兴的同时，是不是伙食费也很惊人啊？你们这八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只，这是传说中的忠犬八公吗？哎，忠犬八公不是只有一只吗？好，你接下来就来测试僵尸喽。哦，前面就有一只看起来很呆的僵尸，就是它了。好，狗狗们，
哦，应该尊称你们为狼才对，狼群们。啊，狐狸吧，狐狸吧，不行不行，狐狸吧炸掉的话就完蛋了。好，就是你了，这样子。超强！我超爱你们的。我、哦、又来两只，那整个就是大无敌啊！喂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！好，这个。这真的好杀哎、欸！哇塞，好，我会拼命赚钱的，我会拼命养你们的，伙食费我包了好吗？我真的包了伙食费了，好不好？用弓箭射苦力怕不会有任何反应，那如果用打的话呢？好像也没有反应哎、欸。哦，所以你们，所以狗狗们，所以你们不怕苦力怕是吗？还是你们也怕被炸？讲到这里就觉得你们有点现实，真让我养你们吗？好啦好啦，那算了，也可以啦，至少你们还是很强啊，对不对？八只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们回家咯。啊，对，蜈蚣还没试过，蜈蚣要试一下。那只是吗？啊，对，那只是，我们去试一下蜈蚣好了。被射他也会去追，太好了，自动化。竟然给我渡河，竟然给我渡河。好，去过河有点慢。好，好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别忘按赞了。如果你想持续收看频道的话呢，别忘订阅我，然后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是苦力怕，拜拜。